以下示范躺卧换片的过程需要由一位照顾者为长者完成。清洁双手并戴上手套，小心撕开长者身上的纸尿片，为长者进行清洁，用纸巾轻轻印干皮肤，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润肤露。为长者转身，令长者侧卧，并且为长者清洁臀部的位置。将带有排泄物的纸尿片拎开，并且小心弃置。换上干净的手套，并准备新的纸尿片。将尿片放在两只脚中间，尿片较大的部分置于臀部。将长者转为平卧，将尿片拉起，将尿片两侧的四条胶带黏贴或者固定在尿片的前方。检查防漏接边的位置是否正确，以防止渗漏。最后为长者整理衣物，完成之后确认一下长者并无不适。以下示范躺卧的换片过程需要由两位照顾者为一位长者完成。开始前必须要清洁双手并且戴上手套，安排长者平躺，打开已经污染的纸尿片，折叠尿片以盖好里面的排泄物，清理排泄物，然后印干皮肤，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润肤露。为长者转身，令到长者侧卧，并且为长者清洁臀部位置。如果有需要，可以使用润肤露。将带有排泄物的纸尿片拎开，并且小心弃置。换上干净的手套，并且准备新的纸尿片。照顾者需要准备和打开新的纸尿片，不应该接触纸尿片的内侧，以免它受到污染。将尿片放在两脚的中间，尿片较大的部分放置于臀部。将长者转为平卧，将尿片拉起，
将尿片两侧的四条胶带黏贴和固定在尿片的前方。检查防漏接边的位置是否正确，以防渗漏。最后为长者整理衣物。完成之后，确认一下长者并无不适。